新动机的威力，只要亲自体验过就知道它厉害。但是它到底多厉害呢？早晚各使用两分钟，只要你持续使用我们 Lumi Spa 新动机，就能为你带来焕肤净化的护肤效果哦。搭配抗菌效果的医疗级细胶导头，不会过度清洁，能够维持我们肌肤的细致还有健康。Lumi Spa 护肤导头使用上是 Q 软舒适的，特殊的帮浦式抽压设计，能够深入毛孔清洁，带走脏污与过多的油脂，达到紧致毛孔的效果。如果你是角质厚重、容易出油的肌肤，我们有强效型的导头可以提供给你更加强效的清洁力。而如果你的肌肤是比较娇嫩、需要呵护的话，那我们有柔嫩型的导头，使用起来触感更加的轻柔。除了让敏弱肌的伙伴搭配轻柔净肤露一起做使用，达到全方位温柔的呵护外，也适合痘痘肌伙伴搭配抗痘净肤露一起做使用。因为痘痘肌容易有肌肤发炎不适，反而需要更轻柔的呵护。Lumi Spa 绝对要搭配我们精心设计的 Lumi Spa 净肤露一起做使用，才能发挥它最佳的完美表现，达到两次方完美的美容效果。Lumi Spa 有五款净肤露，每一款都含有护肤成分和 H Lac 抗老化配方。针对各肤况有不同的需求，我们提供更精准、符合你肌肤所需的净肤露给你做选择。中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适用的平衡净肤露，提供适中的清洁力和保湿度，泡沫比较丰润，是大多数台湾人适用的一款净肤露。保湿净肤霜，加强保湿的配方，添加干性肌肤所需要的天然保湿因子 NAPCA 与修复肌肤的角鲨烷等，跟名称一样是属于霜状的滋润性质地，相对来说它的起泡效果比较不明显。控油净肤露，针对油性肌肤所设计的配方，有优异的清洁油脂的效果，添加虎杖根植物萃取物与 PCA， 能够减少油脂的分泌，调理油水平衡，为你带来清爽洁净，与油光说拜拜。抗痘净肤露适合容易长痘痘的肌肤，建议搭配柔韧型的导头一起来做使用，添加 0.5% 的水杨酸，能够帮助我们角质代谢，避免毛孔堵塞，减少痘痘生成的机会，同时也添加柳兰萃取物，能够舒缓安定痘痘肌肤。轻柔净肤露专为角质脆弱敏弱的肌肤所设计，温和保湿不易刺激的配方，添加燕麦和甜没药萃取物，能够提升保湿与肌肤的防御力。搭配柔韧型导头一起做使用，让你在焕肤净化的同时，也能呵护敏弱的肌肤哦。Lumi Spa 新动机能够带给你前所未有的护肤新感动，打造你的 Q 弹美肌哦。